有我们的这个医院总监，我们陈总监、邱理事长，现场我们所有的贵宾好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疫情期间哦，那好多的表演真的都让大家 miss 掉。不过这一场真的非常特殊哦，我们青年管乐团从1992年成立，1998年立案。那长期以来就是一直针对我们音乐怎么样让管乐能够向下扎根，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音乐的素养能够提升，在做努力。那我们所有的演出者呢很多都是从事音乐的老师啊，或者相关的。那他们呢虽然在工作上面，但是呢都利用业余的时闲余的时间哦，在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演练习哦。那非常的这个敬业，而且的水准非常的高。那我要特别谢谢在上个礼拜在彰化市的演出，这个礼拜在园林，那可以说提供给我们这个彰化南北彰化的这个乡亲哦，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下午哦。那特别在要谢谢他们，因为呢这段时间大家没办法出国，那这个今天的这个乐这个曲目呢，都是呢这个日本近代的这些像很棒的一个这个曲目哈、哦。那我相信今天大家透过这个音乐呢，能够感受到类似像类这个旅游的一个部分哦。那还要特别谢谢，因为要让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音乐，他们呢真的是版权各方面花了非常多的这个心思跟费用，好吧，想办法林团长带领的团队，我们再次的谢谢。那在这边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这个下午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哈。谢谢我们现场的美丽哈，那我们接下来把节目交给我们的乐团，也再掌声邀请我们的陈。